面雾已登享有东京冠军沾面的名气。台湾一号店开在捷运中山站，是拉面的排队名店，出自日本天台宗开山祖师所云，一灯照鱼，万灯照国。店面位于公园旁的三角窗，环境整洁明亮，一面入魂，千客万来。店长说，这尊是从日本来的许愿达摩，在日本以达摩打坐为造型的不倒翁最具人气。没有眼睛的达摩是许愿用，开幕时先在达摩的左眼画上黑眼珠，许愿祈求生意兴隆，通常放在常常看得到的地方，像是玄关，等到愿望实现之后再将右眼的眼珠子画上，庆祝心愿达成。我们团体包场，整个二楼座位区，服务员先上前菜胡麻豆腐及饮料，接着端上肉燥饭加一颗糖心蛋，要战胜人生的试炼，沾面吃法的首创者赠予面屋一灯的说法。我们总共点了方纯干贝鸡汤拉面，附上干贝，樱花虾制成专属酱料，金城杏贝拉面，这两种拉面蛮适合不喜欢重咸口味的人。细面条吸附汤汁，清爽的鸡高汤汤头很顺口。浓厚鱼介拉面，八小时熬煮的鸡高汤和五种鱼介风味制成的汤头，这里常有季节限定风味的拉面，可以来尝鲜。